这个只会给我蹭饭。这个只会拍我马屁啊！要找什么放哪儿吧？妈呀，在这鬼叫什么呢你？只因为你只会骂我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怎么了？我……也就是说，你没有那个人的名字、联系方式以及任何有效信息。没有。没有他的照片、视频、录音。没有。脑子呢？脑子有吗？没有。我真的以为他是我粉丝。粉丝？嗯。哪有这样的粉丝啊？三番五次出现在你面前，还跑到你家门口，这就不是粉丝，这是变态，这是跟踪狂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我说你平时在柔道馆，你都练什么了？就是要拍照，现在好了吧？打也打不过人家，跑也跑不过，叫脑子也没用。那你就别说了嘛，我都已经够害怕的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嘛？我想来想去，就只有找你了。 陆芳宁，救救我吧！我没了，我完了，我不在了。你消失了就好。你闭嘴！你安静一会儿啊！你再闭嘴，我真走了啊！我走了。你小时候，你爸没教过你吗？出了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吗？找警察。 听清楚了吗？好。